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华贝益的学员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刘聪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徐博宇，然后先挑战吧 ，Lady Go， 好，黄色没有，鸭子，鸭子，小黄鸭，甜的，哎，棒棒糖，仙女棒，假发，蘑菇，挂坠，是个什么钥匙扣之类的东西，挂坠，没了呀 ，KO， 你很像。不是我像框子，框子，我太难了。假发，假发，假发。蘑菇没了呀，我这好像没了。还有没有？没有没有。然后我30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徐博宇，我平时是一个性格比较活泼开朗，然后呢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吵的学员，但是就是也没有那么吵了，就是大家可能有点就是人送外卖的一些啊，希望节目下次玩些有趣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些有难度的游戏，因为毕竟就是我玩游戏我自认为还蛮厉害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不要说啥，你推销一下我呀。啊，是也可以了解一下我的队友刘聪，对，我们都是来自新华贝益的学员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，记得一定要来腾讯视频看我们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